生三世十里桃花改编自同名小说，讲述了妖君秦苍向神族挑起战争，神族付出惨痛代价封印了秦苍。同年天尊月华出世，七万年后秦苍破除封印，青丘狐帝刚与白浅再次将秦苍封印，因此被封法力、记忆和容貌，落入凡尘与夜华相识相恋，后被带入天宫。天宫中，爱慕夜华的素锦屡次陷害白浅，并让白浅误会夜华冷酷无情，继而又害白浅被挖双眼。白浅伤心欲绝，禅子后纵身跃下诛仙台，因诛仙台利器破解封印，他恢复记忆，未忘记夜华，饮下忘情药。百年后二人在东海重逢，夜华认出白浅，相随相伴，再续前缘，更唤醒白浅记忆，面对往日仇怨，白浅问素锦讨回双眼，怎料又中了素锦的计，再不肯原谅夜华。此时秦苍再次行船，夜华来不及解释，亲自斩杀秦苍，复出生命中的东皇钟。面对魂飞魄散的夜华，白浅悔恨自责，幸而三年后夜华苏醒，二人再续前缘。近日电视剧《百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全阵》拱手曝光，杨幂将饰演四海八荒第一角色白浅，素素、赵又廷饰演夜华，莫渊、张智尧饰演哲言，迪丽热巴饰演白凤九，高伟光饰演东华，张彬彬饰演黎静。此外，小鲜肉吴磊和于朦胧也将加盟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由上海巨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海宁嘉行天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、上海三味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古装玄幻电视剧，由林玉峰执导，杨幂、赵又廷、张智尧、迪丽热巴、高伟光等主演。该剧根据唐七公子同名小说改编，讲述了青丘帝姬白浅和九重天太子夜华的三生爱恨、三世纠葛的故事。剧情简介：妖鸢秦苍向神族挑起战争，神族付出惨痛代价封印了秦苍。同年天尊夜华出世，七万年后秦苍破出封印，青丘狐帝刚与白浅再次将秦苍封印，因此被封法力、记忆和容貌，落入凡尘与夜华相。他独特的喀斯特颜容碧貌配上高山流水与白云，
四城仙境。在此处拍摄的外景美轮美奂，海云之南的自然美景和三生梦玉娇相融合，期待在播出之时画面展示的唯美质感。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，故事发生地经历了多的转换，更是在凡间、天界、妖族有多处情感纠葛，不仅有情感铺陈开来的场景需求，剧中还有荡气回肠的战争场景大戏，属于对美术有着极高要求的仙幻题材。因此，这些大景如何体现出来，成了电视剧创作的一大重点。白浅，演员杨幂，九尾白狐青丘地基，战神墨渊之徒，为追上神却洒脱逗趣，是喝酒常迷路，不善送礼，历情结为凡人，遇此生挚爱，今三生爱恨别离。谢华，演员赵秀琴，九重